魔君啊，这青丘的冰藏之礼比剑这一环，乃是新君夫妇共同进退的一环。虽然你赢了新君凤九殿下，但还未过得了新君王夫那一关。你要拿青丘的承诺，似乎早了些吧？她嫁了？嫁了谁？莫非？既是三殿下所言，大致没错了。王夫，在下未曾听闻凤九殿下有王夫，但没关系，在下也未必打不过，请上台吧。可以开打了吗？我出去磨了个剑。早知道你会输，不用觉得给我丢了脸。累吗？不累。怎么就输了呢？无妨，